用手在鸡群里面投喂一个苹果，他们会花多长的时间吃完呢？今天测试一下。为了保证我的人身安全，先把手套给戴上。OK， 来吧，这只三黄鸡探头探脑的。好了，它开始吃了之后，就会陆陆续续有其他小鸡过来了。这只大公鸡，老大哥，不要啄我的手啊！小黑鸡也来了。我好担心他们啄到我的手啊，虽然戴了手套，但是还是会有点怕。看一下这一整个苹果他们花多长的时间能吃完。你一口我一口。大公鸡还挺疼爱小母鸡的，它啄了之后它自己不吃，往地上吐，让小母鸡来地上吃。哇哦，又来了一只恶霸三黄鸡，把别的鸡给挤走了，它自己跑过来吃。大公鸡是不争食的。它都是啄了，然后放地上，叫小母鸡过来吃。苹果的一半已经吃没了，现在过去了两分半钟，这只三黄鸡最霸道，它的地位应该挺高的，其他鸡都不敢挤它，它站在这里，没有其他的鸡敢欺负它，地位低的都躲在外围那里，不敢进来内圈这里吃。哇、哦！这只太和乌鸡太勇猛了，不要啄我的手，左边这只一直啄我的手，还好我戴了手套，不然我就手都要残废了。小黑鸡又啄我的手，白色这只乌鸡也挺勇猛的。只剩下一点点了，好快呀，快吃，看一下最后花了多长时间能把这个苹果给吃完。这只三黄鸡真的好霸道，看它的鸡冠这么大，都没有其他的鸡敢欺负它了。喂，你不要挡镜头。一镜到底吃苹果，已经快吃的差不多了，不要啄我的手啊，到最后这里我最怕他们啄到我的手。
过吃到最后好像他们都知道我的手是不能吃的，不怎么会啄到我的手。大公鸡除了一开始的时候啄了两口，然后叫那些母鸡过来吃，到后面它都根本都不抢来吃了。这只公鸡很爱惜小母鸡。哦，还剩最后一点点了，加油，不要啄手啊。没有了，吃完了，六分半钟，然后把一个苹果给吃完了。这只三黄鸡吃的最多，看它的面相就是很凶的，不好惹。老大哥妻妾成群，哇，当着我的面少儿不宜哦。这一段少儿不宜，小孩子请在大人的陪同下观看。